录音啊。射到人家暂停，然后就。刚没有热身嘞，太好了。新规则啊，新规则没有热身啊。喘不过来而已吧，还好啊。他又爬起来了。爬起来了。爬起来了。啊？我想看等多久。更就没接下球了。多久？
他们打不错哎，他们中距离还蛮准的呢，稳呢，中两三分线都有。到了，盖到了。两秒。没有，因为回头我给我再给他。他给他上来。
不要，不敢。刚刚老板在这边骂你，说你在折返岗。对呀。七号是最强啊！七号是最强，最年轻，叫最年轻，叫最年轻。在大学刚毕业一两年，两三年。对啊，新鲜的腿。这样有几分呢？有我的。刚刚给他撞一下。他应该。现在上班的人也比较少，之前有了，现在应该没有。因为现在应该没有打那么频繁。看到有动作，他拿给那个。感觉你还是三分破百，没有了。其实打不错，你看他们个子也不高哦。一开始，谁很强？九号很强啊！他刚才上篮，我欧洲步那一个欧，我就守不到了。那个欧洲步我也猜错了。张丫没犯规，哇！裁判遮住了。大前锋，中锋都没来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中锋来打过。妈的！我下礼拜就会来了，下礼拜就有一个中湖人队，下礼拜就有一个中锋会回来了。